你生活伫咧贫穷的长辈来讲，看医生其实有真济困难。为此，张英发慈善基金会甲所谓领导协会来利用今年十个社区关怀据点，并且透过这远距离咨询的服务，来为贫穷的长者进行健康能力调查、教护员能力调查甲教育的训练，借此达到预防疾病甲延缓性命的目标。对于生活在偏向所在长辈来讲，去大病院看医生其实是很麻烦的代志，往往会面临交通以及行动不便等等问题，也因为如此常常会小病变大病。为此，张英发慈善基金会是联合所谓领导协会来利用分龄十个社区关怀据点，除了提供社区的卫教课程，更加有远距离咨询服务，来为偏向的长辈进行健康检查，甚至是照护员的能力调查和教育训练。对于能够提供健康的一种服务，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意义。那我本人也是云林人，所以能够回到家乡一起来努力，把这些年长者或者我们社区的老人的健康把它照顾好，我个人觉得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基础线上的远距离健康促进计划是所谓领导协会为2018年主要来推动的计划，透过超过1000人的专业医师人才库，运用 WaCare 远距离健康平台等等的方式，就处打破城市和偏乡医疗资源落差的问题，帮助这些长辈们跟社区照顾者们能实现他们的健康促进，帮助他们预防延缓失能。那过去我们团队呢，都是在偏乡离岛的部分在努力，那我们总算有这个机会能走入到一些高龄化的区域，好来帮助这些长辈们，帮助这些社区们增加他们在社区照护上的功能跟方式。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一直在执行的阿波罗计划也是实际落地，而且是实际的服务。我想我们如果能够结合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能量，可以一起来为台湾服务，这是我想我们以后会跟潘老师保持更密切的合作。云林作为全国老化第二县的县市，长照一直都是各界真关注的议题。对于有远距离健康促进计划，云林县长赵立新表示，是对提升云林的医疗量能有大大的帮助。他们在饮食方面、各方面呢，我们都能够有用这个宣导跟教育的方式哦，让他们已经有概念哈，那能够提早预防、提早治疗，这就是我们透过远距哦这样视讯的一个促进健康、健康促进最好的一个方法跟目标。期待透过远距离医疗服务方式，会当来解决偏向人口看医生无方便的问题，以后未受到距离的影响，也会当来享受更加好的医疗健康资源。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